师。哎，小鸟在前面带路，唱小鸟在前面带路，风儿吹向我调到装甲技术试验场了，就在城郊，离你们这儿近多了，以后可以常来。忙就别来了，好好的。您党委会研究过了，以后啊，干部们轮流到这儿给孩子们做辅导员。是吗？那可叫你们多费心了。不过这样对孩子们好，多给他们讲点山外面的事儿。按年龄算，秀儿该上二年级了吧？可不，我已经托我中专时的老同学弄了一整套一至五年级的课本来，以后我们也分分班。要不到城里给秀儿找个学校，条件好些。山里的孩子在这儿心静，只要肯，一样能学到不少东西。这事儿还没跟肖楠他们商量呢，这次先送架手风琴来，这是战士们凑钱买的。以后别了，我知道部队上的人也没啥钱。燕子老师带我们编草筐能换钱。回吧，过些日子我就进了，会常来的。